生命电视和你在一起。Hello。接下来请收看金山玉制梁皇宝钗。
好男人做宝莲花，成真结实真家语，一位成年转法轮，明天终于是参参加一览三清大悲观音道场，敲到月报恩发挥众等修建慈悲道场，禅法自当第十卷，若贪缘断，可以心净尘世功，奉献十方三宝，寻求十洲一文一世可知参法界是禅之最切，念参加一览三心大悲观音道场，小道月报恩发挥众等，因从难解果干今生美食善知真因，早时而知也当禅自柔自勾所知连环是习自虚
道主旁边真实地，地云慈悲道堂参发，一心归命三世祖佛，地云慈悲道堂参发，一心归命三世祖佛，唵释利多释利多，昆达里萨婆诃，南无过去毗婆世佛，唵释利多释利多，昆达里萨婆诃。释利多，昆达里萨婆诃，南无毗舍佛。唵释利多，释利多，昆达里萨婆诃。卷地是菩萨回向法第三世
八，今日道场中也大众相遇一堂，老人阔袖如此等，无量善根一佛人人起如此念，我所修习善根悉已饶益一切众生，令诸众生求精进精于此所修忏悔善根，令诸众生皆悉灭除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等无量苦恼，以此忏法为诸众生作大舍斋，令灭苦因，作大救护，令多烦恼，作大皈依，令离恐怖，作大持去，令智之地，作大安稳，令得究竟安稳处，作大明照，令灭痴恨，作大成名，令得安住究竟明净，作大道士，令若方便法门得尽之善，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此做法，是菩萨摩诃萨唯愿尽故以诸善根同共回向与诸众生等无差别，如平等观无缘情相，常以爱眼视诸众生。若众生怀缘于菩萨，其而逆行者，菩萨为称善知识，善调佛心，为说生法，譬如大海一切众都所不能坏，菩萨已而于此无知，不知报恩如是众生起无量恶，不能动乱菩萨道心，譬如高日普照众生，不为无目而因光明菩萨道心，以佛如是不为恶者而生对魔，不以众生难调伏，故退舍善根菩萨摩诃萨，欲作善根心心清净常扬大悲，欲作善根不为众生身心回向，非但口言欲诸众生见法欢喜心，明净心，柔软心，慈悲心，爱念心，舍取心，饶益心，安乐心，最深心，以诸善根回向菩萨摩诃萨，法如是善根回向我等，今日以阴阳学如是回向心念口言，若我所有回向功德，令诸众生得清净具，得清净身功德，满足一切世间无能坏者功德智慧，无有穷尽身口意业具足庄严常见诸佛，以不坏心听受正法，立足以往以持不忘尽身口业心常安住神妙三根用力，明把其才充满修学尽切菩萨所学得诸三根成就平淡得妙解脱一切种子，与诸众生的慈爱眼神根清净言辞便会发起诸善行无染作入身身法，舍去一切同诸诸佛诸无所住所有回向，即若是帮菩萨摩诃萨所把回向广大如法心，究竟如虚空眼中等得如所愿，满菩提愿是身六道同得如愿，从佛正道无剃头地皈依世间大慈悲佛。山西大漠
摩阿摩金摩那那摩衰陶佛衰陶佛阿摩不怀疑那发大誓，愿先发言根，愿今日道
冲动业大众广济十方四圣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乃至菩提眼常不见贪欲无眼杂患之色不见贪欲去内宁为之色不见玄妄诸智惑人之色不见成为斗争丑状之色不见他不苦恼损他之色不见徒劣尚未众生之色不见愚痴无心一安之色不见无见无尽刁慢之色不见九十六种邪见之色唯愿一切众生从今日去眼障得见十方常住法身湛然之色常见三十二相之末今生常见八十众好水清之色常见诸天诸仙风暴来现三化之色常见口出五种色光说法度人之色常见闻声赞地遍满十方之色常见诸佛方肉极光甘于有缘来回之色常见十方菩萨比之罗汉众生之色常得与诸众生及诸眷属观佛之色常见众生无教假色常见即觉净化之色常见解脱妙果之色常见今日道场大众欢喜赞法顶首之色常见四众围绕听法可仰之色常见一切不是此皆忍辱清净之色常见一切静默禅智修习智慧之色常见一切众生得无生人先见受记欢喜之色常见一切等金刚为断无明暗不出之色常见一切母语法流不退之色以法眼根缘尽相遇之心无低头地归依世间大慈悲那么弥勒佛那么释迦牟尼佛